咁樣呢就有個花洗下，啱啱呢就有位好靚嘅姐姐路過，咁啊，哎，咁啊同阿姐姐傾兩句啊。我想請教一下呢，因為我對呢個粵劇唔識啊，咁我想問一問呢，你哋呢一個演出呢其實係屬於係乜嘢嚟嘅呢？每年嗰啲回歸啊，嗰啲賀誕賀節啊，嗰啲咁嘅演出咯。今日咁啱啊，行到下度就做回歸演出。係，係個節子戲啊。係。咁啊，阿姐姐，我想問下你咧，你而家呢個係咩角色嚟噶？有冇睇過《紫钗记》啊？你哋啊，《紫钗记》有聽過。我就係霍小玉啦，今日做。哦，好靚喎！啊，啲頭飾啊，成個化妝啊，成個衫啊，我要影一影，因為咧。好靚啊！成個造型咧係好高貴。嗱，我哇遠鏡就望一望，係好好靚啊，好有氣質啊！多謝。阿姐姐，我想請教一下你嚇，你係做咗呢、這個戲曲係做咗幾耐啊？廿幾年啦。哇，咁耐啦！咁啊，你覺得咧，而家即係呢一個嘅文化啦，傳承落去啊，有啲乜嘢係想同啲新嘅聽眾講一講，或者你覺得如果好似我咁樣，我係完全唔認識嘅，係可以係點樣嚟參與一下咧？嗱，首先咧就其實咧粵劇咧就係好深奧嘅文化嚟嘅。係。唱粵曲要識古啲嘅古腔。係。要懂得很多歷史文人物啊嗰啲咁，你先可以做到你本身想做的角色嘅。係。咁如果我哋咧，我哋真係想繼續傳承落去咧，如果你想深入行咧，咁你可以留意澳門有很多啲社團都會招聘啊，教人哋點樣做基工啊嗰啲，咁你可以去首先去了解一下先，因為咧你對要對嗰樣嘢有興趣，你先可以繼續做。我想問一下咧，嗱呢度金碧文娛中心咧，係咪就係專係有好多啲演出㗎？係啊。哦，咁啊，另外想問一下，譬如咧好多咧啲小朋友啦，或者後生仔啦，成日打機都有啊，《三國演義》啊嗰啲咧，其實係即係呢個粵曲入面有冇呢個題材？譬如都係啲《三國演義》啊咁樣啊？都有㗎。係咪啊？但係咧嗰啲就係男嘅粗豪啲嘅咯。但係我哋嗰啲就比較係宮廷啊，民間啲啊。好啊，咁啊，好多謝你，即係路過咧百忙中咧捉住你做個訪問，咁樣咧我今日咧就前輩學會呢邊咧邀請我過嚟拍一拍嘅，咁我咧有時間咧，我下次又去你哋嗰邊學下嘢，好唔好啊？多謝你啊，靚女，多謝曬姐姐，好，拜拜。咁啊，嗰日咧呢個陳寶珠寶珠姐嗰啲聽眾就話，不如影下嗰盒嘢，其實有啲咩相，咁啊影下啦，嗱，《明燈日報》啊。睇下先，因為我中意短裙長腿，所以即刻第一張吸引咗我啦。洛蒂小姐，哎呀，我唔認識。慢慢影啊，唔好慳影啊，兄弟，打出嚟影都得嘅，你揸住。記者嚟。多謝。啊，哇，有其他啦。寶珠姐，因為以前咧咁啊，好多人都中意咧，譬如啲剪布啊咁樣，哎，動物都有喎。哇，好過癮！哇，哎，有曬簽名嘅喎，咁啊，犀利嚇！係咪薛家燕啊？應該係喎，係嘛？啊，哎，嗱，寶珠姐啊，好靚女啊，嗰個氣質，寶珠姐定蕭芳芳？然後啲黑白相好有感覺，好有感覺，做大戲嘅。今日見到一個咧，呢個閉盒啊，幾得意，好過癮。佢同平時嗰啲閉盒有咩唔同咧？佢轉得嘅。哇！咁啊，呢個牛年嘅紀念章啊，牛氣沖天啊！運轉乾坤，好嘢好嘢，好有創意啊！這個盒，咁啊，影俾大家睇一睇啊！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